这是咱这个系统自带的一个图库，可以直接在里边编辑，编辑这个图形，你想要什么图形都可以编辑。然后编辑完之后啊，这里边也系统自带的有这个重复排列，还有这个角度、光板的找正、起点位置，排列就可以排列成矩阵。你比如说是改成5个。 五个，确认，它就会自动排列。这是最简单的，系统里边有的。然后还有一种就是，你需要什么特殊的图形，然后可以做 CAD 可以制作，制作完之后插到 USB 系统里边，再有一个插口，插到里边就可以用。这个东西就没什么，然后切割就直接在那边切就行了。